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永远。打怪我，我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童小曼，欧泽野，你是不是又在装睡？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就是想让我亲近你才稀罕，小骗子，骗子！你说你是骗子，我说你是骗子，你个大骗子，你个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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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！欧泽野，你再不见我生气了！阿泽，阿泽，对不起，我不生气了，阿泽，我不生气了，我又再也不叫你打怪物了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，你醒醒啊，你快醒醒啊，你快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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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泽。铃铛里蕴藏着它大量的能量，每一颗铃铛代表它一百年的寿命。以后遇到危险，就用这个铃铛咬我，无论我在哪，都会立马出现。哎哎，别走啊，美女！你这个贱人！给我，阿泽，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伤。